趁这会给大家介绍下今天这只来自左下角链接真山海经的虾兵，它孵化于开局大战的30颗血蛋。从低级的猪刚烈坐起梦想统领三界，在吞噬了998十一只山海经异兽之后，终于进阶成龙王的虾兵，在离他称霸山海经还有一个礼包码的距离时，进入了我的油锅。可惜了这个福利他还没领。 家人们，夜宵怎么少的了？自热火锅，现在拼多多美食季补贴活动，我1块钱就有机会抢到整箱8盒海底捞自热火锅，麻辣嫩牛的卤牛肉超级多，什么口味都有，超市一盒就30多，你们直接点我评论区链接，1元抢8盒吧。